大家好，我叫做黃毅林，我是香港八十年代移民過嚟加拿大的本地藝術家。咁我依家正在響温哥華嘅中山公園做一個主管藝術家。咁喺我依個 residence 入邊咧，就安排咗五個大型嘅美術展覽。而依家我哋進行嘅 Look Towards the Sun 展覽，就係、是、主要係作以畫作為主題，提由我同埋另一位本地嘅原住民藝術家 Lawrence Paul Yuxweluptun 我哋兩個嘅畫作作品。這個展覽會展到12月23日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歡迎，有機會有時間可以過嚟參觀公園同埋睇呢個嘅展覽。另外你可以到我哋嘅網站 solidarity2021.ca 或者到公園嘅網站瀏覽另外嘅資料。除咗呢個展覽之外，我另外喺温哥華美術館都有其他嘅作品展出。